高級腕錶品牌 Dilto 推出了一系列的新錶款，它們在傳統的設計上加入了一些創新的元素，而且全部都搭配由品牌獨立研發製造的可靠機械機芯，絕對是內外兼備。這款 Dilto Heritage Black Bay Bronze 腕錶以簡潔的線條、圓拱形鏡面配上青銅錶殼，品牌更加首次採用朱古力色錶面和外圈，並以金色和米色細節點綴。另一款 Dilto Heritage Black Bay Dark 腕錶同樣搭載自家機械機芯，主要特點在於鋼錶殼黑色度曾經過 PVD 處理，以全磨砂瓦面呈現出軍用儀器的外觀。而 Heritage Black Bay 系列就有三個版本，除了黑色外圈和藍色外圈版本之外，還有別具懷舊氣息的紅色版，搭配酒紅色單向旋轉外圈、黑色錶面，還有奶白色熒光塗層，具有古董錶特有的柔和温暖光澤。鋼錶殼我就見得多了，這一款青銅錶殼它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？其實它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的物料就是用了鋁和青銅合金去做成的，原理就好像皮革一樣，每一個不同的人的生活習慣不同，令到那隻錶出來的色澤都會有不同的，戴久了你會見到它慢慢地轉變，咁樣咧，每一隻錶咧就變咗獨一無二啦，就好似有自己嘅個性咁。